永康区滨仔市场日前凌晨四时许，一名男子因不满摊商货车挡道，竟大庭广众之下于车上有下车窗，持疑似枪支等物对摊商恐吓。本分局获报后，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巡线追查，锁定完性放闲身份及交通工具。本所于24日见时机成熟，持搜索票前往查缉，当场于王姓犯嫌身上及住处起获多把玩具枪、枪管及数十发改装火药等，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恐吓罪嫌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。